原标题：誓言热播浓妮动静皆宜扛下，颜值大旗军事烧脑爱国大剧誓言正在江苏卫视热播。90后小青衣龙妮在剧中饰演上海滩吴皇后韩一璇，剧中复古华丽的造型一经亮相便让人过目不忘，为这部厚重的军事烧脑大剧平添了许多鲜艳的色彩。韩一璇作为饰演中的颜值担当，第一集就已惊艳登场，令贾乃亮饰演的严少白一见钟情。然而龙妮所饰演的韩一璇看似如皇后一般绚烂夺目光彩照人，实则却有一堆的苦楚语言不由衷。随着剧情的发展，吴皇后身份的谜底也渐渐浮出水面。受制于日本人的她被迫与刘奕君饰演的日本兵棋高手加藤博文假扮未婚夫妻，一同住进达华旅社搜集情报。昔日龙妮的高贵与骄傲在遇到刘奕君之后全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不安与忧伤。较之高调出场十五皇后的气场，这一动一静的反差在龙妮的诠释下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悯，而这一切都让同在达华旅社的贾乃亮与秦昊看在眼里。在剧情张弛有度的进展中，龙妮与贾乃亮、刘奕君、秦昊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妙，一个是穷追不舍的富家少爷，一个是被迫新晋的未婚夫，还有一个是难以捉摸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然而游走在三大实力派男演员之中的龙妮丝毫没有怯场，不仅将每一面的韩一璇都拿捏得十分妥当，更是将武皇后的美貌与气质贯穿始终，扛下了颜值担当的大旗。在接下来的剧情中，龙妮饰演韩一璇还将有更多的吸睛造型亮相，各位观众烧脑之余也请拭目以待。